我今日俾個兄弟扇到我攤攤要好金。佢係邊個啊？車保。<笑>你係警察，佢係賊，你想捉佢扇你，咁都係好正常啫。因為佢太了解我，佢特登扇我嘅佢。咁我真系唔系好 say 啲咩大道理啊！总之咧，我净系知道做人咧应该系要向前望嘅，唔理前面有几咁艰难，都要向前行。唯有向前行，先会有希望。你都几识兜圈噶喎！头先唔系讲紧手机嘅事嘅咩？点多谢我先？睇你冇钱买衫，喂，我俾件外套你。来，好冷亲啊！你呢一件西装啊，一大阵酒味啊，唔要，我要谂个第二个。香到不得了，咁你啊，咁你想点啊？帮我实现两个愿望啊！咩愿望？第一个。带我去露天餐厅食一餐浪漫嘅法国大餐，就系电影男女主角求婚嗰种。你唔系谂住我会同你求婚好？想创你啊！你咁闷又咁自私，又唔识氹女仔，中意你嗰啲女仔一定系脑残噶。第二个愿望系咩啊？第二个愿望咧就系陪我去睇日落。我仲记得我细个嗰阵，我阿爸未出事嗰阵时，带过我去睇过一次好靓好靓嘅日落噶。OK， 我答应你，两个人一起睇日落。OK。睇日落。原来我们错过彼此的时光。你准备套房我？锡人做咩啫？边个偷拍你？我自拍啫嘛。有私隐权啊，唔准偷影，唔准偷影啊，唔准偷影啊。